见，谢谢大家。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东方卫视全新打造的大型话题类喜剧综艺秀《笑星闯地球》，前置2000万柔光双摄，照亮你的美。本节目由 vivo X9 独家冠名播出。我们呢，今天又要请来一位特别棒的角色，他跟 vivo X9 一样厉害，他有那么厉害吗？真有，真有，他就是我们的蔡少芬。我的妈呀！老师好。哎呀，小芬老师好。我们知道所有人的这个掌声是献给一个有 title 的蔡少芬，那就是传说中的秀爱狂魔蔡少芬。对，特别热衷于撒狗粮的一位老师啊。对对对，每天在微博上秀恩爱啊。并没有，我并没有。并没有吗？对，我并没有。但我是说实话嘛。对，你是中国石化的嘛，啊，对吧？我们节目刚才说了，就是有态度，而且问的问题要特别的尖锐。尖锐有态度的，你能承受得了吗？我承受不了。承受得了，承受得了，没问题。那我就先问啊，请问你是怎么适应姐弟恋的呢？其实呢，我觉得最重要了，就是看起来比他年轻。比他的脸要轻一些，他脸比较大，就是这样。大老师，你来一个态度。我觉得你问的有点过分了。我这个问题是这样的，刚结婚的时候呢，你的事业呢就比您老公啊更成功一些。他是怎么适应的呢？其实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那个是价值观的问题。价值观。价值观。你不用帮我保大呀，他不会听的。葵花绵掌啊。他就是我心目中里面一看见他，一遇到他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非常有才。真的是在演艺界之中哈，能演戏、能唱歌、还能打功夫的人很多见，太多了，很多见，太多了。但是您找哦，哇，你有病我！刚才不是说吗？你们要讨好我，为什么你们不停地插我？为什么呀？查我查，哎，我们这里赞助一下，赞助一下，我的妈呀！来来来，再来一下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呀？对，要挤兑您，我们这样是不对的，对不对？是不对的。但是我们向来就不对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不对习惯了。就是、好的，那咱们就马上进入咱们的比赛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们有请蔡少芬老师进入评委席。谢谢蔡老师。